洪亮的阿美族歌声环绕着花莲慈济医学中心的大厅，三十三位来自瑞穗德武社区的长者们，还有十位社区志工，专程来献唱三首曲目，要答谢慈济一年多来的帮助。接受别人的那个好处不可以嘛，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，就是我们来这个地方演唱，刚好我们长者也很喜欢唱歌、跳舞之类的，所以我就说，那我们来个散舞散歌这样子。慈济基金会从2017年开始与当地的苓雅文件站合作，除了补助供餐的餐费，也提供体适能检测与医疗卫教等服务。我们很高兴，所以说我们要来感恩这个慈济的这个为了我们呐、我说大家都是很欢迎来到这边。因为这份与慈济的因缘，一行人也来到静思精舍参访，聆听精舍法师的解说，认识慈济的历史，也是一趟净化人心的心灵之旅。台新闻杨爱婷温国家花莲报道。